Hello，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到了我们悠悠 Story 听故事的时间。小朋友，你们听过鱼菜共生吗？鱼菜共生就是鱼和菜住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像邻居一样哦。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个房子哦，这个鱼菜共生的房子里，一楼住着吴锅鱼吴先生一家人，二楼呢住着莴苣姑娘一家人。为什么说他们是好邻居呢？我们一起去认识他们吧。在认识他们之前，我要教你们一个英文单字，就是鱼菜共生。鱼菜共生的英文单字叫做 aquaponics。aquaponics， aqua 就是水， aquaponics 就是鱼菜共生。小朋友，你还记得跟我一起在木蛙憋尿过冬的故事里面，跟我一起去找木蛙的曼曼吗？他今天也要跟我们一起去认识鱼菜共生哦。我们欢迎曼曼。大家好，我是曼曼，很慢的慢。虽然我动作很慢，但我学习很认真。跟悠悠出门都会事先做功课，有我在，大家一定可以得到实用的资讯。好，曼曼，那我们就要出发咯。来，先穿上下水的装备，再使用我的悠悠缩小镜，缩小之后呢，就能够跟他们在水里一起对话咯。小朋友，不要忘记穿上下水装备，跟我们一起去咯。来，跟我一起说，悠悠变，悠悠变，悠悠变变变变变。今天我们要缩小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们都还这么大只啊？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小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谁没有跟我们一起说？对，就是慢慢没有跟我们一起说。哦，原来我也要一起说，是吗？好像在听的小朋友也忘记说了。好，小朋友，那我们这一次要和曼曼一起来说哦。预备，开始。悠悠变，悠悠变，悠悠变变变变变。今天我们要缩小。我们到了鱼菜共生系统的一楼了，慢慢看，吴锅鱼先生在那边呢，快游过去跟他聊聊天吧。等等我，悠悠，你每次动作都好快哦，穿着下水的装备，好不习惯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小朋友，你也要赶快跟上哦。哎 ，Hello， 吴锅鱼先生你好，我是悠悠 Story 的悠悠，今天啊来拜访您，想了解鱼和菜是怎么共生的。哈哈哈，你找对人了，鱼菜共生可是现在最流行、最环保的农业技术呢。鱼菜共生系统就是结合养鱼和种菜的生态循环系统。我们这栋楼啊，分成三个区域，第一个是鱼池，也就是我家啦，第二个消化池，第三个水根池，也就是楼上的莴苣姑娘他们家，最后啊再加上一个供水系统，就是一个完美的鱼菜共生系统啦。哈哈哈哈。吴锅鱼先生，我的头脑有点迷路了，你可以再解释的清楚一些吗？我有点不太懂。吴锅鱼先生的意思是，他们这栋楼里分成三个区域，一楼是鱼池，也就是吴锅鱼家人住的地方，二楼就是水根池，就是莴苣姑娘他们家，消化池呢，就像是吴锅鱼家的厕所，
他们一家大小便便和尿尿的时候，消化池把便便尿尿转换成养分，然后就是把那个便便和尿尿的养分送到，我不好意思说，送到，哎呦，你怎么不赶快说啊？赶快说啊！送到哪里？就是把便便和尿尿，也就是排泄物的养分，送到二楼莴苣姑娘家的餐桌上啊！所以，消化池是吴郭鱼家的厕所，但是却是莴苣姑娘家的餐厅的意思吗？哎呦天哪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莴苣家是吴郭鱼家的排泄物养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吴郭鱼先生，哈哈哈哈哈，悠悠，你带的这位慢慢非常的厉害呀，的确是这样。其实呢，土壤栽种的蔬菜也是需要肥料才能生长的好。鱼菜共生里的蔬菜呢，也是靠鱼提供的天然肥料作为养分，帮助生长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只是鱼菜共生没有人工肥料的花费，也没有农药残留的危险，这是一种既古代又现代、简单又完美的新型农业耕作方式。没错，也是最近几年来最吸引人注目的无毒农耕，一个不用浇水，也不需要碰泥土，利用鱼帮忙种菜。哦，所以吴郭鱼先生，你们给莴苣姑娘家这么多的好处，那请问他们给你们什么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今天一早啊，跟莴苣姑娘说你们要来拜访，她很高兴啊，正在楼上等你们呢，快去她家坐坐吧。悠悠，慢慢，我在楼上等你们哦。哦，好，我们这就上去哦。哎，谢谢你哦，吴郭鱼先生。呵呵，鱼帮菜，菜帮鱼，鱼鱼菜菜好邻居，耶、yeah。欢迎你们啊，这是二楼的水耕池，也就是我莴苣姑娘的家。你们看，我们莴苣姑娘家的青菜们把自己的根浸在水中，这些细细长长的根像不像正在享受泡汤的人？只有脚在水中泡汤的同时帮忙过滤鱼的有毒物质、有毒的排泄物，过滤后的水质干净又带氧气，就送到楼下的吴郭鱼家咯，不断地提供给鱼们干净的水质和新鲜的氧气。我们是不是完美的好邻居呢？哇，原来如此啊，鱼和菜真的是好邻居耶。是啊，现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农夫们都开始尝试这个方法哦，你们也可以成为鱼菜共生的农夫哦，就在家里就可以做了。不是每个人都像王老先生一样，王老先生有快递呀，咿呀咿呀哟。如果我们不是王老先生，我们就来个鱼菜共生吧。我觉得我自己好聪明啊。嗯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聪明耶。好耶，我觉得我也想要来试试看鱼菜共生。毕竟我不是王老先生，我没有一块地。哇，今天真的谢谢莴苣姑娘了。不客气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说。鱼帮菜，菜帮鱼，鱼鱼菜菜好邻居耶。大朋友小朋友，鱼菜共生系统就是当鱼产生排泄物的时候，可以透过消化池里的微生物消化菌，
将鱼的排泄物转变成供给青菜生长所需的养分。青菜吸收水分中的养分后呢，进行光合作用，迅速的生长，还能够过滤与净化水质，净化的水会再回到鱼池里哦。鱼帮菜，菜帮鱼，鱼鱼菜菜好邻居，他们互相的扶持，一起共同生活着，成为彼此的好邻居，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。小朋友，这可不是童话故事，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哦。小朋友，你还记得今天的英文单字鱼菜共生怎么说吗？哦，有人知道了，就是 aquaponics。 aquaponics 鱼菜共生。悠悠 story 听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哦，等等，我们好像忘记把自己变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赶快赶快，不然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们跑去哪里了。那我们要来变咯，但不要说错，我们这次是要变大，不是要缩小哦，不然你缩得更小，跟细菌一样小，哇，不小心就被鱼吃掉了，对不对？还好这里附近没有 baby shark、 mommy shark 跟什么 grandpa shark 的什么嘟嘟嘟嘟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我们要赶快变回去，不然爸爸妈妈找不到我们了。悠悠变，悠悠变，悠悠变变变变变，我们要变大。我忘记跟悠悠一起说了，怎么办？我要自己留在这里了吗？哦哦。悠悠忘记结尾了，我帮他说好了。悠悠 story 听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